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好兴奋哦，我睡不着哎。我也是耶。你们怎么了？那闽南语的话用晚安怎么说？这个我知道哎。快睡着。那就重庆话好不？店长给我的礼物。这是一个开瓶器，就真的没有了吗？所以店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帮大家开瓶。大家在火锅里料做一桌横菜，特别横的那种。那个煤气灶上面有一个盆里啊，是那个河虾。哦，你拿剪子把它须的钳子给修修。哦。别了。特别辣。特别辣，太可怕了！我，接得很透，中间蛋白质就出来，所以碰到水就不甜。看得出牛奶一样的汤了吧？我再熬一会儿会更白，我就可以慢慢的在这炖了。再来点火锅底料，做一桌横菜，特别横的那种。重庆人不带火锅底料进来，你让重庆人不带火锅底料，相当于让王源不带灵魂，你知道吗？我留一包吧，留一包吧，行不行？我留一包吧，我真没法吃饭啊！感觉我的灵魂都被抽走了。对。就是怕吃不饱嘛，孩子很饿，救救孩子。我好像有不祥的预感，我第一次采蜂蜜就穿这条裤子，可是我这次又没有带长袜。给你先介绍一下蜂王，然后再、哦、我拿那个来刷，哇、哦，把它们轻轻的刷下来，把它们都刷掉，哇。要轻点刷。都是秘方。哎呦！哇！哎呀！咱们再来一箱呗。再来一箱。再来，慢。You can do it. I can do it. 哇，好有成就感啊！今天是农村生活的第一集。
觉得他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下和他这个工作的压力下和他这种成长环境，他走一辈子这样的路都有可能。但是仍然很棒，这个孩子就是没任何怨言，你让他干任何事儿就是永远就是好的。哎，千玺，你也跟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将来我闺女要找一个这样的，挺好，长得又帅又努力，默默的干活，默默的付出，啥也不说，有魅力。这笑得特好看。